好，有请我们黄玉杰黄会长，同时也是我们这里毕业生的爸爸哦，代表家长来跟我们致辞。 各位贵宾，各位同学，还有各位在场很多要好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今天我小孩也跟着我，我今年九月大概我就卸下家长会长的职务，然后跟着今年毕业班一起毕业。那在这里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情，因为我本身也是。 双十毕业，那我三个小孩都是叫从双十毕业，那所以说我对双十有一份比较特别的一个情感，那我想我是今天有准备那个演讲稿，那我想今天我看了这个整个的那个流程部分，后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，那我想就不要多说，那我想那个致辞的部分我就尽量越短越好，那我想。 我想在这里哈，我谢谢今天很多台下的很多的那个贵宾参与，能够来参加为我们那个毕业生祝福哈。那我在这边我代表我们家长会哈，特别感谢大家的参加，好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想我话就不多说了哈。那我就最后我就祝福现场的贵宾哈，大家阖家哈，阖家幸福哈。 啊，另外就是我也祝福今天的那个毕业班的同学哈，鹏程万里哈，更上一层楼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黄会长哈，各位听他讲话呢，非常的这个朴实。其实会长还这样绝技，就是吹萨克斯，有机会校长一定把他邀请回来。各位，我们给会长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 有人怀疑说会长会吹萨克斯，好，那个我们再补充介绍，台中二中也是我母校特教组的林静纯林组长，我们这边的乐团还是要交给你们，欢迎林静纯林组长，热烈掌声。组长好，好，这边好，谢谢学妹啊，对，好，校长是二中毕业的，好，谢谢。